哎，啊？干嘛？新火车打了吗？还没，没打过。你知道吹牛老爹的事吗？谁是吹牛老爹？吹牛老爹不是在玩风之谷那个吗？那是疯狂老爹。哦，哇塞，那谁是吹牛老爹？Lil Bar 的神哦，玩吹牛。火车就很适合出鸟居哦，因为它很长很大。串烧，靠背啊，没钱啦、啊，没钱就是跟着拿大狙的这个人走，他等下狙会掉，我就可以捡。这张图拐角超多，很像瓦，那时候1.6就这样子啦，这张图就是拐角很多的。哇，差1秒。火车好玩吗？火车便当更好玩。为什么 M 三被尿布钱？不然你送一台 M 三啦，这样就不用那个了。哎、欸，干嘛啊？啊？为什么啦？AD 连按会自动跳掉，什么意思？现在不能 AD 急停了。第三次完美急停会被踢？不是啊，啊我手动的也不行哦。我手动的也不行吗？我不能手动完美急停。看我职业选手哎、欸，我只是没有职业打的职业选手。这张图片如何？还可以啦。
多打几把才知道。完全没有配合，打起来不准。他本色我看呢，找不到狗洞，看这两个人是傻逼啊！真找不到狗洞。看好歹他们后面这些死人也帮忙丢颗闪吧，操嘞！We are the band. 啊！欸，太多人！你看这个人是耍智障，打一把外场好了，单人突破一把看看，看怎么突破。鸡巴队友，在那边卡，你在卡什么？这些人，在一不是，不知道队友在那边卡。他有看到我吗？那跳过来射是怎样？打 SF 啊？呜、哦！那看大夏哪个玩起来比较燥？我觉得这张玩起来比较燥啊！我觉得大夏其实不错玩嘞、欸。火车本来就很难玩，火车是狙击手在玩的。你不是狙击手，请你离开。光影效果真的好，是不错啊。他这张图的那个画面是真的好看，但就是火车这张图本来我就不爱了。难玩。